那我们上个礼拜呢，去那个有机商店买，然后呢就看到哇，99块一盒的，只剩一盒，就赶快拿了。然后结账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这一盒是360哦。我说不是写99吗？他说99的已经卖完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其实买得到的蛋呢，就是比较高价的蛋，就是过去那种我们想象的那个平价一点的那个蛋呢，是现在是比较缺货，就是我们的荷包呢跟荷包蛋呢不太配。也可以问一下鸡蛋荒吗？有人说买得到，有人买不到。那美人姐，我的经验是我因为我住台北啊，因为北中南的状况还是不太一样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呢，去那个有机商店买，然后呢就看到哇，99块一盒的，只剩一盒，就赶快拿了。然后结账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这一盒是360哦。我说不是写99吗？他说99的已经卖完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其实买得到的蛋呢，都是比较高价的蛋。就是过去那种我们想象的那个平价一点的那个蛋呢，是现在是比较缺货。也就是其实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我们的荷包呢跟荷包蛋呢不太配。那这样状况怎么样子？就是希望说可以这个经由这个调节之后，因为鸡蛋它也不是拉拉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要等它生嘛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希望说，因为禽流感的这个状况可以减缓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蛋的一个供需，我想这还是我们的一个政策的问题。那希望不要变成这样的价钱，不要变成是常态。而且我昨天看那个超商的茶叶蛋，一颗是18。所以美人姐可以买一下手吗？就没有买，就没有买。不是，就特别的想要去吃这个这样子的，而且今年毕业了，对，然后大学毕业，对，然后回来了，会，然后这两天也跟你联络，还是说明天会打给你？明天，对，明天。通常会准备什么惊喜？他在瑞士，在瑞士，他毕业后会回来，会回来。他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非常非常弱视，对，已经知道蛮好，他眼睛。所以可以说吗？其实我们多希望孩子能当兵，国际的随时都会在的，对。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走，对不对？好，努力的往和平的路上走，对不对？只有战争会无预警的敲门，和平呢是不会无预，一定要经过努力的，对不对？好。